até rabos com ela.哦，这个就是那个电视墙，对，可以快速选。哎，它那个什么什么台是自动识别的吗？例如那个什么国际体育吗？哎呀，它自动，先进啊，这个，前电视的吗？其实都挺简单的，对，比以前简单，只是看你有没有这个用心去。其实它就这些频道了，对，这比互联网简单多了。你这些频道搜出来，你怎么做个容纳？哦，什么什么频段？哦，多长？哪个频率是哪个台？你就标上就行。哦，别人没做这件事。哦，这个挺好的。中国电台更上一层，中国好素养，更一房，更上天时，国际生态域。他能不能上网？能不能上网？试试上网功能。我们说话要干。先搜索去优酷看一下东西。没太多。就是上一下优酷啊，那些哦，优酷啊，对对。他这是集成的电视。哦。不错，没有直接传。放一下片，那个片源是。3D区那片源更新快吗？就是它就是那个 CNTV 的哦 CNTV 哦啊片源大概就是每天都有新还挺多的最近7天新增每天的更新，挺好的。我在试用那个，分辨率是1080高清的，对，真的挺不错，看起来很大气。Thank you.